这个夜晚突然想问候你，虽然这种举动没有道理，我真的有一点点想念你，对你的心情我也有点好奇，啊，有没有会想起我的时候，有没有会思念我的时候，虽然我依然是开不了口，想与你有关的问题已经足够。你还好吗？还在工作吗？还是正在百无聊赖的与谁聊着电话？你有空吗？闲下来了吗？花一秒钟想想想你的我好吗？